用咗啲咩材料啊？我哋需要四塊磁石啦，一個小手指樣，咁一條風一個風箏嘅風箏線啦，加埋佢個舊柄咯，之後係要一個吸管。第一，我哋先要將條繩綁個吸管度，將吸管固定喺啲瓷圈或者喺玻璃上面。第二，要將小丑畫靚，然後再將磁石磁喺佢隻腳度。三，要拉緊風箏線，將隻小狗嘅大髀嗰度笠落去位置插上條繩度。咁 B 要向下拉一啲嘅，要斜斜地斜啲，咁樣佢就會滑落嚟㗎啦。嘿，睇你滑到嚟第一。